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已经系15号啦，月中啦。咁啊，最新消息咧，超就系个礼拜要去 A 撇，高祝佢好运啦，系咪先？好难唔好运噶啦，系。咁啊，而家财赤过千亿啊！阿茂波讲啊，咁大家都知啦，系咪？咁啊，一个两个话题算啦。香港我都其实闷嘅，系咪？虽然大家仲好兴奋啊。个个啲咁嘅群魔乱舞扑出嚟，系咪？拉佢又成啊！啊，叶楼啊，嗰啲咁样啊，国安可以引渡啊，签咗引渡协议啊，有包唔包呢样佢 check 清咗喎、啊。签咗系点啊？政治犯唔引渡呢、这个国际法基本原则嚟啊，政治犯不嚟，佢签咗都唔引渡，系咪？有人建议咧，啊，唔系好似东方嘅社论建议，哦。逼呢个韩国做，而唔系第日韩国人嚟咧就播播韩国歌佢听啊！你话播咯，人哋未必紧张噶，你咁紧张啫，你唔好当人哋咁紧张先得噶，好捻大件事咩？冇咯，亲热下啊，同北韩改善关系，好似你咁柒蠢啊，同台湾啊搞弯晒啲关系，同香港得罪晒香港人，系，所以香港人先咁中意嗰只荣光，咁啊结果有人播一播咧就全城欢动，你就发捻晒癫咁。你又阻止唔到喎，唔做都做咗咁点啫？我唔系想讲噶，不过既然你哋讲得咁多，我 follow 翻两句，系，因为阿超又讲系咪啦？咁解咋？哦，都系啊，我可以再讲唔落，冇事，继续讲落去啦。咁啊，李家超去见记者啦，系，咁咧就有人问呢、这个卢文端啊，文端咧系好似今日就喺明报写文就话咧，零加三入境检疫安排咧，经过警府啊。经过港府各项措施改善，已经变相零加零。大家嘅理解系咪？我就唔系啦。你敢唔敢叫呢啲旅行社话俾啲旅客听？你都零加零嘅啫，咁样入境啊唔使撩鼻啊，吓、啊、跟住唔会俾个码你三日咩啊？你只能够三日里面咧就黄码系嘛？啊，指定嘅地方食得嘢啊，咁样指定嘅地方咧仲要啊豁免啊吓。啊但系咧，你又唔可以，唔系喎旅行团跟嗰啲就食得日屌，总之又烦喺度震啦，系。咁啊，嚟啦嚟啦咁样，咁啊，你一停落啲，又好似又要检测啊，诸如此类，停多几多日，检测几多次啊，咁样。你最少写个 list 俾人哋啊，然后李家超话唔使噶啦，唔使噶啦，呃鸠佢嚟啊，总之，依家系咁讲嘢。喂，如果你话你唔清楚，咁你就讲清楚佢。听啦，你嘅立场冇人知你嘅立场咩啊？你嘅防疫政策系咪啊？表达你嘅立场，我点够知你咩立场啊？你日日都唔同啦，你嘅立场。而家嘅防疫政策喺上嘅施政报告表达啦，即系就唔同嘅活动啊，经济活动啊，国际城市啊，推出唔同嘅针对性方案，怪之得啦，系豁免呢样，豁免嗰样，硬系唔豁免啲死老鬼啊，嘟嘟嘟啲死老鬼都豁免埋啦，豁免埋噶啦多。话明我哋冇唔搵人 check 你㗎嘛，你咪入去囉，入去唔高啊，唔係㗎冇讲到啊，又係差佬做嘢，明线人咁都夠胆死㗎，佢啊唔係啊，几清楚啊，钱交你㗎嘛，係好撚清楚啊，我一早话咗㗎啦，问得两问，哎呀好多好多唔同嘅，喂你讲法治我嚟讲食。唔食得烟，食得就食得，唔食得唔食得，食烟罚款几多，随地吐痰罚款几多，呢啲叫做 law， 系，纵然系 rule by law， 唔系 rule of law 都系 law，law 咧最紧要清楚。新加坡就系啦，啊几咩行为会打藤，咩行为要罚款，罚几多清清楚楚，一视同仁系咪先？而家香港话俾你听咧，我中意就唔罚，中意就罚下，中意就告，唔肯中意就唔告，呢啲就系我嘅立场啦。呢啲就係香港嘅法治啦，公开话俾人听，你真係唔怪佢，你硬係真唔係想埋你读得书少，你諗嘢头脑清楚啲得唔得啊？你讲嗰啲记者咁问你，唔好见到佢一定同你登，係咪一讲出嚟，唉，明知呀，一你行串背就笑你，果然係叶问，果然係乜乜，啲记者一定係咁嘅，得啦，佢咁讲我哋照咁样登出嚟，啲人实屌佢呀，嚟一个白实屌鸠嘅，果然啦，咁我都唔可以唔。咁你讲乜鸠先得㗎？吓你个立场乜先得㗎？啊原来所有活动呢就唔同嘅，次次就啊今次取消啦，今次冇事啦，今次咩啦，
睇落唔係幾妥喎嚇。鄧炳強個衰樣喺度，同個黑人喺度開心喎嚇。咁啊唔好啦，不如直情取消佢啦，會啊食嘢冇事啦咁樣。哇，又放鬆咗啦咁樣，但係用又告得你嘅喎，你唔去得嘅喎 ，suppose 係嘛？你冇打齊針唔入得去喎，咁就告得你咯。喂，你都唔知條線喺邊度，你唔知個踩到呢幾邊度踩屎喎，周圍都屎。佢話唔係啊，好清楚啊，你踩到咪踩到咯。我中意咪由你咯，係嘛？由你踩咯，唔當有屎存在咯，啲屎一不嬲都喺度。咁样讲法治喎、啊，不同性嘅针对方喎、啊，因此有改善旅行社嘅团出安排，我唔知乜嚟。不过总之系你嗰船人跟住你啦，咁样系啊，咁啊政府喺风险可控啊，尽量减少限制、啊。咁你减少咗乜嘢啊？冇讲喎，立场系简单而清晰，一啲都唔简单，一啲都唔清晰，系故意含糊。屌咧，国际政治嗰啲叫模糊化立场，唉啊，唔讨论几多零加几多啦，咁样啊，原来就因为咧啊。阿文端呢这个哎呀国师呢就讲咗啦，文端就孭咗喎，你知唔知呀，话俾你听取消㗎啦，跟住又哦里面系会通关㗎啦，咁原来已经去到萬五啦嘛，咁里面就立乱啦，香港系几多呢，香港系几多呢，香港台系咪 show 过你呢，睇多次啦。65,750,6570,系6575，呢个系13号死九个人，然后咧冚唪唥 10% 啊，400几宗输入啊，然后咧今日咧就系六，琴日即系6014，咁啊已经吓两日破6000啦，又死多10个人，咁但系系咪啦？高过流感啦，高过流感啦吓。我唔会乱讲，高过流感较为危险啦，不过我唔捻惊啫嘛，系咁系又系500几宗输入啦，即系输入多啦，系啊，输入已经多过接近 10% 啦，系咪先？咁啊，而家发运量啊恢复咯，咁样应该掂噶啦，系嘛？而家咧二价疫苗就嚟啦，咁又系睇到啲新闻，唉，真系咁啊点啦，系咪？咁解决未咧？咁我唔知噃，系。咁你问阿超呢，阿超啊解决咗啦，即係老董咁啦，我唔讲即係冇事啦咁，我唔讲话告即係唔告啦，咁屌你啦，屌鸠你啦，你到时告点撚样啊，搵笨柒啦，係哦，到时你话我哋執法必然，你知国内有一句顺口流系好强嘅，80年代有法可依，有法必依，執法必然，违法必究，我哋戴先生呢将后面嗰两抹咗，有法可依，有法必依，以法系权，以法大义，就讲法治。咁后面两句唔要啦，起码前面两句呢，14亿中国人加埋香港呢系统一咗嘅，有法可依就有法必依，咁香港人算系 top 嘅，除咗啲差佬，系咪？差佬惯咗唔跟法律㗎嘛，佢中意呀跟住老细照得啦，唔同人唔同方案睇情况㗎，我哋做嘢权喺手㗎嘛，我唔告咪得囉咁。咁啊李家超惯咗系咁啊，而家咪咁囉。诶、哎，得噶啦，得乜撚嘢先得噶？我依家入去啊，会唔会俾你告先？你又系斩鸡头，我系有条法律，我唔撚告啦，去消费啦，咁我就报俾面你去消费。你唔讲啊嘛？嗰条唔系法例嚟噶，都法例嚟噶嘛？狗狗，咁你话唔系啊？我有唔同方案啊，得啦，咁个方案 amplify 到我啦。嗱，我好清楚嘅，剪头发我都唔会剪住嘅，几大你请式取消先。无谓啊，系咪？喂，你哋啲死老嘢中意嘟你嘅事啊，跟住啊，佢话唔嘟啦，我哋唔使嘟咯，赶鸭仔咁入去就告得你嘅。你话唔会啊？冇人守门口，有 CCTV 啊，追得翻嚟啊！啲死老嘢个样个个都独有噶嘛，你知啊，改唔到噶，又唔会咩罩晒面啊咁样，罩晒面都好易认嗰啲头发啦。诶，呢啲咁嘅头一睇就知系我啦，我梗系唔去啦，系嘛？你话冇事就冇事啊！咁样阴啲，阴啲小市民啊！跟住个帮板佬，我呢条契弟，我都憎佢咁，我告鸠佢咁样，发张599，你同官讲啦咁，你吹捻得仗啊？你话李家超唔系喎，咩冇事喎，咩？佢冇话冇事啊，的确冇话。佢而家话我都唔得噶啦，已经好好啦，得噶啦，冇事啦咁样，又要呢个争取呢个开放翻市面系嘛，经济要复常。又唔想咩祸，
又话要顾住中国里面嘅面子，系咪？啊，又话唔讨论乜柒乜柒，呢个就系李家超啦，系。咁啊，点解仲有啲咁嘅？因为里面而家爆紧镬，咁要顾虑到佢嗰、那个，系佢里面嗰个感觉，咁咧就变咗咧就唔好吓，好似网管咁样讲，咁好似唔跟佢，咁啫，系咁解。咁但系你唔可以咁样因此咁样，喂，我乜卵嘢都要晒，最好嘅要晒，总之有镬咧就推翻俾小市民。咁你阿超呢你就卸镬，我都话呢个 A 字博啊，跟住又 A 字博，你睇到噶啦，跟住话你听佢点 A 字博，吓、啊、李家超吓，而家冇集中隔离，咁就算噶咯吓，啊，即系咧，因为咧吓、啊，尽可能最大活动间冇，冇大过俾我，屌有卵啊，有条错啊，系咪？除咗喺户外食嘢，我原来先知依家唔食得㗎，我食咗好多次，系咪？都系冇人嘅时候啦，当然吓，户外球场啊，唔系公园，公园，唉，闷得闷闷地，拎住个麦当劳喺嗰度食咗几次啊，咁啊，嗰啲石桥睇见都有你啦，可能佢都唔系好知，系咪？理论上系唔得嘅，咁当然啦，冇人啦，周围都吓、啊、水静河飞啦，好啦，咁啊，而家因为阿邓炳强试过喺嗰个七人菜嗰度食嘢啊嘛，所以就好、哦、准啦，而家。唉、哎，户外地方准食嘢啦。咁咧，但系对于内地疫情咧，佢知道内地政府需要就国家全局制定政策，咁唔关你事啊嘛。Hong Kong is not China。你话唔系啊？我顾埋呢样嘢，咁你咪担屎唔偷食咯。结果咧，结果人哋话我明明俾咗个权利喎，啊下个礼拜见到阿习就实屌柒嚟嘅。香港仲未掂啊，成千亿啊，屌你老味，你搞乜卵嘢啊？好啦，你唔使嚟开会啊，你快啲翻去做嘢啊！嗱，近期内地疫情有上升趋势，我哋知啦，万五啦。港府喺联防联控嘅前提下，有责任避免增加内地嘅疫情风险。究竟系你讲啊，定系内地要求你咧？系咪？里边咧，其实走唔甩噶啦，因为佢冇爆过。咁佢如果放松咧，就一定出现小爆、大爆，总之要爆。咁佢哋咁佢嘅事啊，咁香港爆咗啦嘛，系咪？啊，香港系有条件唔需要税根噶啦嘛，你爆极都系咁啦。而家我啲 friend 周围问人呢轮问下人，第二第三次啊，讲紧系中啊，屌真系感冒咁，我硬系未中喎、啊。同佢倾完偈，我又冇事，我中咯、啊，仲唔中啊？佢中咗几次，我点解未中？真系未中，我都唔明点解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唔使紧张嘅，最紧要最而家有信心，系咪？已经唔系初期咁猛啦，系咪？咁啊，身体健康嘅老嘢都有信心啦。不过你冇信心咧，咪打一针咯，又嚟啦，又嚟啦，二价疫苗你啦，啲人扑出嚟啊，死成十个啊咁，有人 send 咗啲资料俾我嘅，不过我又无谓读啊，唔知系真定假系咪先？即系嗰十死嗰十个人咧，入边冚唪唥都系打咗三针嘅，有男有女，不过都系啊，年龄又系嗰个啦，五啊岁以上，咁所以后生嗰啲基本上唔会有事，但系冚唪唥五啊岁以上多少有啲病啦，然后就打过三针啊，全部多数，唔系，根本而家冇人冇打过针，唔系冇啊，仲有 10% 冇打过针。但系呢啲咁伟大嘅人物咧，当然唔讲啦，咁硬系唔死得，硬系唔中嘅，中都唔捻中咧，或者中咗唔知咧吓、啊，直情我估系中咗唔知嗰挺，咁当然啦，吓、啊、我冇话到吓、啊，我冇话到叫大家学我，不过咯，自己衡量啊嘛，你但系冇理由加人打啲消防员，咁啊打到个人啲身体坏晒，系咪？咁啊好啦，疫情又制造恐慌咯，韩国都冇咗啦，系嘛？日日都见到啊，台湾好似呢个礼拜里面呢、这个月里面都取消晒所有嘢，口罩都唔使戴。台湾系咁香港呢，香港仲有班咁啊袁国勇啊呢咁啊口罩狂魔系咪？口罩狂魔就口罩咁口罩，我觉得都仲可以接受。唉，口罩都还可以接受，冇所谓啦，系咪先？但你话呢度唔去得，嗰度唔去得，咁就攞命啊嘛！你就算系外地游客嚟到。喂，你咪派啲口罩俾佢，哎，香港仲要戴口罩，咁系咁多就冇所谓嘅。我觉得始终人哋欣赏你香港咁洁净，因为你去到香港个空气又唔同啊。咁你作为游客去到嗰、那個、哦呢度，咁哇呢度咁好嘅啊，咁就得啦咁。喂，当然啦，佢都未必知道口罩多鸠鱼嘅嘢，大家都知道多鸠鱼嘅形式嚟嘅啫。啊，咁啊，香港有责任避免内地疫情嘅风险喎、啊。啊，哎，又争取逆向隔离咯。哎呀，你唔讲呢，我都唔知添。哎，乜你争取紧呢样咁嘢啊？唉，难怪啲
中成废物屌鸠你咧，乜柒都争唔到，净系乜柒都避 A 字博。好啦，讲埋佢第二个 A 字博事件啦，系咪？咁啊，榄球赛啦，嗱，我都已经摆第二。哎呀，唔系、哦，要快啲讲。我仲有啊，李嘉仁啊嘛，我都唔记得啦。啊，即系周守仁，唉，唔好意思，周守仁系重点嚟嘅。讲埋阿超呢、這个，咁咧。韩国国歌事件啦，七人赛啦，咁又问佢啦，系咪？咁嗱，香港政府啊，第一个声明系错嘅，因为咧政府嘅声明话，主办方确认港队向佢哋提供嘅国歌录音正确无误。而家咧，韩国时报引述主办方公关代表称。有向各国参赛队伍索取国歌，未能取得港队提供的国歌。咁呢时有个初级人员咧，网上咧就 download Hong Kong National Song， 咁就整咗首蚀歌，啊，系咁搞出嚟嘅咁。你人哋都费事咩公开咗，你叫佢咩啊拉救嗰个初级人员，梗系唔在意啦。人哋人讲人权噶嘛，咁啊问一问嗰个初级人权冇啊咁样，啊唔系俾咗个国歌你嘅咩？榄球队冇俾到，原来就系冇俾到。咁点解你香港政府讲大话呢？阿超点解你讲大话呢？新闻稿里面有嘅，一日前嘅事啫，大家都仲记得系嘛？我琴日都讲过啊，香港话系咁噶嘛。香港嘅七人榄球赛主办方话，特区政府声明话，主办方确认香港队系帮佢哋向佢哋提供国歌噶嘛，正确无误噶嘛。喂，究竟你啱定系人哋啱定系呢个韩国呢个时报乱咁噏咧？我哋搞清楚喎。如果系嘅，冇人有错到喎。咁系边个搞出嚟咁事咧？上帝咯，可能系嘛？上帝搞出嚟嘅咯，梗系唔系仲有边个搞得到啫？你交俾佢嘅冇错，咁佢播出嚟变咗。咁我都话咯，我啊信你噶嘛吓、啊？你话晒官方啊嘛，我信你真系俾咗成正式嘅歌佢。咁咧，咁咪黑做咯，所以只能够咁样得出咁嘅结论啦，即系唔知点解改咗啦。咁希望下次又改下啦，系咪先？即系好多黑客系国际噶嘛，系啊，咁佢哋就系、是、支持香港嘅吓，佢、啊、哋叫黑暴啊，官方叫黑暴，我哋叫革命，系咪？好啦，咁人哋冇玩你咯，咪系咁啦，黑客系中意周围去玩噶嘛，我理解系咁咋，系咪先？问题咧，咁你而家究竟件事点咧？我唔知喎、啊，邓炳强讲咩啊？叫欧记去查，我真系拗捻晒头，关欧记，欧记查香港黑社会啫，查下你哋啲国安有冇黑社会渗透又或者你去韩国人哋嘅体育总会嘅，你查香港体育总会都唔啱，睇香港榄球总会都唔啱啊！你查乜春啫，系嘛？咁嗰班中情费啊，更加啦，件事都冇搞清楚，个出嚟喺度呢样嗰样，拉呢、這个拉嗰、那个，咁啊最型咩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。呢、这个要讲罪名，叶刘淑仪，国安法有域外管辖权，喺 extraterritorial 啊，即系国外司法权啦，即系嗰个叫做治外法权啊。呢样嘢不嬲都话唔好嘅，全世界都话唔好啦。吓、啊，外国人嚟到划出条苏界有治外法权，你都话唔好啦。咁而家话我哋有治外法权，佢自鸠嘅。好啦，治外法权如果韩国警方协助啦啊。想當然到啊！韓國警方之後查到韓方人士説教咧，佢當然咧將佢要求佢將佢移交香港受審。國安法啊，係人都知，全世界都知，你定性咗係呢個政治迫害嘅法例嚟㗎嘛？全世界都屌你自己覺得有香咋？啊，唔係全世界都國安錢，冇錯。啊，全世界都有。咁你睇下，雖如俄羅斯啊，嗰個叫做咩啊？咩斯？即係。都唔肯引渡去美国啦，唔肯交返俾你啦，係咪？呢啲叫做咩呀？政治反不引渡嘅国际法，唔理你有冇签公约，签咗都係嗱，签咗移交協议，你唔信睇下，应该第二条，通常写第二条，我几犀利呢啲，我真係唔使睇先，我唔使查㗎，因为我睇过嘛，同美国啊，即係送中条例嗰阵啊。有咗呢个引渡協议啊，美国啊，英有啲地方有嘅，咁啊香港法律里面有嘅，但系通常写第二条啊，就系咧政治犯不引渡，咁呢个如果一 claim 系政治犯咧就唔引渡啦，咁你国
播国歌，系嘛？嗰、那个兄弟嚟个韩国兄弟，佢一 claim， 喂，政治、啊，我香港可能被迫害、啊，咁哇又冇事冇过都运三年唔审噶，你明啊？引渡你想死，哇，一定唔引渡啦。不过你又你同叶柳讲呢啲多余啦，佢知都唔讲啦，梗系讲到好捻巴闭咁啦，系咪？我哋要求佢移交香港受审，国歌法。冇疫外法权，你都知咩？算你识嘅。国歌法咪 O 记咪审喺香港境内查咯。你走去人哋度执法就查国歌，系啊，人哋又侮辱你只国歌，人哋播错咗唔等于侮辱你国歌噶，系嘛？不过即系国旗法啫，国旗系飘扬紧香港。总之立鸠杀啦。呢啲咧，我琴日都讲咗啦，最好嘅做法就系当冇事啦。根本你睇下国外。外交部其實咪批單佢當冇事咯，其實係應該當冇事。不過你班友又喺度炒作咯，咁你嘅李家超炒埋一份喎，竟然。不過佢係炒得高明噶啦，嚇、啊、個個犯冇嘅原因，警方都要查噶，咁查你條毛咩查？咁咧喺香港方面咧，冇人將榮查香港有冇將榮光嘅歌詞傳送過去？我使乜傳？唔係歌詞啊，只歌啊，只 music 啊，只精稿啊，叮叮叮！我使乜傳過去？叫佢自己 download 咯。网上有无数嘅啫，无数条 clip 可以 download 荣光啊嘛，识唔识嘢噶婆？哎呀，事件冇可能无心之失，你系咪睇到我啊？个个都话唔可能系，我够知啊，我讲咗啦，琴日系嘛？竟然同佢吓一致，系严重政治事件，系啊。咁但系你应该点处理啊嘛？我哋讲明知都诈唔知啊嘛，我叫你冚唪唥喺度做戏，咁做完戏查唔到啊。管唔到喎，咪系衰衰咁，咁都冇面啊嘛自己，添烦添乱啊呢啲啦。嗱，外交部啊醒啦，第一时间就算知系坚料，执执薄算啦，帮我接受彻查，咁啊表态算数啦，啱唔啱啊？呢 extreme 嚟就做咁，系咁好啦。人哋问到李家超，李家超点咧？系唔接受啊？强烈抗议啊 ？OK， 做咗啦。警方会调查事件，即系一脚啊兜咗个波俾啊邓炳强领导国啊保安局，你领导国安处，领导埋警察，当然啦，系警察会调查下属嚟，照计冚唪唥下属，咁佢咧警方会调查事件，警方未有结果前，我会交由警方处理添，即系叫警方你快啲搞掂俾我，你俾个结果我先决定点做。呢啲咪 A 字博咯，呢啲又冇。喂，如果我系警方话呢啲外交事件，你同中央倾下啦，咁即系要佢咩镬啦？要啊超咩镬？超话唔制，所以咧，我已经由警方处理。喺警方有充分经验处理呢方面案件冇噃。你讲我听，以前有冇试过？你讲我听，以前有冇试过？咩有充分经验啊？啊，要按住调查嘅发展。啊！相信警方会采取适当行动。喂，你都系警方嚟嘅喎，你升咗职啫喎，当唔系自己噶，系你咁有镬推，有镬推俾伙计，嗱，伙计同我搞掂解，你搞唔掂你咩镬啊？自己唔使咩镬，系政治事件嚟喎。阿家超嗱，我又提大家啦，阿家超咧一有事咧，系就射俾下属噶啦，啊，咁啊当然啦，而家顺便系射俾呢个吓小超啦，系咪？唔系小等啦，系。诸如此类啦，大家明先啲嘅，唔讲佢啦，我留翻啲时间啦。